出家我是2002年开始出家的，那个时候17。有一次来到一个寺院之后，就发觉，其实这个地方其实它可以提供我很多我想要的人生的答案。一辈子如果你选定一件事的话，选定一件事情可以去做，确定去做的话，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误会。这一位呢，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出家人，他的法号叫六部道人。这六部道人呢，是一家福利院的义工。那么他去超市去买肉呢，是因为这个福利院的孩子们想吃，结果呢，他买的时候就被人家给拍了照片了。包括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也有在这个网络上这个博客当中啊，还有一些新闻网站看到，一些不好的图片，什么和尚跟这个美女在一起了，那你一看呢，就是在那里作秀，故意在这种损坏出家人的形象的。传统的人很多，尤其是外界对佛教的这种改变，有很多非议。出家人开车啊，用 iPhone 啊，其实是很正常的。如果你只把它当成工具，你不考虑到一个面子，不用工具来体现彰显自己的身份，那这个工具本身是可以用的。以前我们找资料的话，我们要翻很多经书，但是有电脑的话，我只要打几个字，它就可以帮我搜寻了，是不是节省很多时间？那比方说，我们也会去学Word 档案、Excel 这些都会去学。寺院的一些资料的入档，不可能天天现在还拿毛笔去手抄这些东西。像我本身就有一个部落格，那我会把它，就是一些佛教的一些资料啊放上去啊，跟大家分享啊，能够让人家成长、让人家进化进步的东西，我们都可以去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比方说大家说你们和尚可能也会看电视的，我觉得这看也是一种学习。很多的东西我们没有经历过，但是一些电视连续剧的情节里面的一些东西，我们也可以拿来看破很多东西，放下很多东西。对，我们既然有这样好的东西，为什么不用呢？对不对？这么方便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呢？因为我们只要用来正当的方面就可以了。咱们的生活周遭无时无刻无时无地都可以修禅定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在大家的思想不能把出家人定位在很古老的时候，当时只有油灯没有电，没有飞机，没有车。以前出家人是不可以拿钱的，现在出家人有拿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坐车也要钱，看医生也要钱，吃饭也要钱啊。你有很多的东西摆在这里，但你的心不去贪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有就有，没有就算了。你这种心态和那种说本来也没有，但心很贪，我这里拿一点，那里去拿一点，它就是概念是不一样的。寺院当中也卖香，有的寺院当中可能还有香肠。有的寺院当中也有素食铺啊，这种关键是这个钱进去了以后用到哪里了。佛教讲十方来十方去，就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。但现在也有一些寺院有一些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它的入口有了，有钱进来，但是它的出口没解决好。这些信众他们觉得说，我希望在这个寺院能够，也能够成就这样的因缘，他们就会随喜去发心了。对，所以他的经济来源也是要靠这个大众，十方大众的力量能力来帮助。所以这个寺院的管理要考虑到很全面，然后要比较有系统。你有系统的话，你自然这东西你就可以源源不断。这个呢？这个是饭后叫230。商业化本身它没有问题，
为什么没有问题？问题是在商业化，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，人的品质发生问题。来，涨了30。任何一种文化现象背后，它肯定有经济现象。这是一个大的环境问题，这是一个有出家人的素质问题，也有这个当前的佛教的环境问题，也有很多地方的一些很多问题。这是什么来着？这是白檀。白檀。我穿这个衣服，再怎么样形象不好，大家一看到，哇，和尚，简直就是像怪物一样的这种。我们在出家之前都是从父母所生，从娘胎里来的。比方说小时候接触的社会啊，包括受到的教育，其实跟社会上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因为本来都是人，没有太多的区别。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们生活当中处理问题的态度。麻烦问一下，那就像比如说这样箱子，你是也是称重？按重量收费是吧？对。你是多少钱一公斤呢？看去哪里？快给我蒸，我要吃饭去了。照什么照？只不过说，啊，我们缘分到了，剃去这3000的烦恼丝，换成咱们这种说汉服。那吃东西呢来讲呢，说我们只是素食，不吃鱼肉而已，所以讲也没有什么很另类的。但是说在大家的眼里来看呢，我们非常非常的奇怪。所以无论说在商场还是在超市，甚至在啊哪里看到大家，哇，和尚也吃这个，和尚也吃那个，哦，和尚还吃巧克力，大家总是把我们当另类看，心里也是愤愤不平。我很想回他一句，是我这和尚还是从妈妈的肚子里生出来的。戒律很多人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约束，对，因为你如果说死死的去持守的话，你会觉得真的是一种约束。你不起这样的心的话，你自然你就不会去犯那个戒了。我们还是要融入这世间，我们不可以就是说，就是将自己跟这社会环境隔离。但是说本身大家看我们的态度，已经让我们觉得我们要远离你们了，不是说你们要远离我们。所以除了你自己个人的修持之外，我们还要对外嘛，我们讲自利利他嘛，所以这两方面你都要兼顾得好。大家都会讲花和尚，不要拍那种什么的太好看的衣服啊。大家经常会念的一句话就说啊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，这要有一定的境界。所以与其花时间在追求外在的东西，倒不如更花多一点时间去把那个时间放在我们的心。世间人来讲的话是叫做工作啊，对，那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本分嘛。佛教它能够延续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那如果说它会被淘汰，它早就被淘汰。为什么大家都看到了佛教悲观的一面呢？就是因为看到很多不好的现象。但是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。他2500年前讲的贪嗔痴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有。程度不够，恰恰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沟通的地方。